听说这两天天气比较冷，用膏蟹的都打龟的。嗯，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用蟹膏，因为用蟹膏可能还能钓个一两条鱼，如果不用蟹膏可能一条都没有。到底了，有口了，中了。昨天一个钓友在问，大师不是都用一支竿吗？为什么你要用两支竿呢？嗯，因为我不是大师啊，我想用几根竿就可以用几根竿了。冬天鱼口比较少，多一根竿多一次机会。一只小黑雕4两左右，看这是另外一支竿中的，多一根竿多一次机会，没错吧？还是一只黑雕。一天就钓这么一点，4-5斤吧。